各位网友大家好啊，一直以来呢都会有买家朋友还有投资客问我三个很深奥的地产哲学问题，买什么，买多少，什么时候买。通常呢我会从实战的角度，市场的角度给大家呢很简单直接的回复，但是回答这么深奥的哲学问题，光有实战的角度是不全面的，不够的，还要有经济学层面的看法，还有贷款方面的看法。所以我在3月20号星期六上午11点邀请了另外一位网络大咖 BMO 蒙特利尔银行的王宏宇先生和我一起来做一次直播，回答网友所关心的买什么，买多少，什么时候买。希望朋友们啊从这个视频下面的连接呢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线上的讲座和分享啊，3月20号星期六上午11点我们在网络上不见不散啊。同时朋友们准备好你们的问题，我们在现场回答大家所有关心的地产啊贷款方面的问题啊，我们一起探讨，一起挑战，好不好？朋友们网上见，拜拜。